了喽。举重女神郭幸淳比赛中拿下金牌，而连锁超商也推出了咖啡优惠，来庆祝中华队的第一面金牌。OK 超商连续四天到七月三十号，大杯美式拿铁买二送二，不限组数。这次奥运就是夺金牌这件事情是普天同庆，值得高兴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不要就是来了然后买不到。莱尔富二十八号当日限定大杯美式拿铁买一送一，没限量，但无法计杯。全家从前一天晚上八点开始，会员限购两组美式拿铁买一送一，也没限量，但必须在八月底前兑换完毕。至于同一超商大杯美式则是买七送七，会员限购一组，只是凌晨开卖后就迅速完销。如果说以心理状态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早一点去买会比较容易买得到。应该不会吧，应该要一整天都要有，就是如果他其实是要庆祝金牌的话。不止超商要抢金牌商机，手摇饮大院子到七月三十号当天指定商品买一送一 ，T-Top 三款洛神茶第二杯十元，希尔顿逸林饭店到八月底入住旅客体重相加等于133、133公斤，或是236公斤就折抵房价1000元。郭幸淳举下金牌，全台欢庆。截至七月二十七号，中华队已经拿下一金两银三铜，排名第十三，终于打破2004年雅典奥运障碍，两金两银一铜的纪录，创下史上最佳。不过，现在冬奥赛事才进行到一半，期待选手们持续保持最佳表现。TVBS 新闻讯蒙九帅泰报道。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